果。你身手了得，观察力强。啱经过，见到嘢奇奇怪怪咁，眼界过人。有冇好彩啊？勇字当头。哇！你喺度做咩啊？警队绝对需要你。喂，警长，71390。里面咩环境？入面有男人挟住三个人质，纵火咗煤气。救命啊！林国权，52岁，车学警长。呢11年，你参与过59宗刑事缉捕行动，协助拘捕刑事罪犯76人。任职警察，我有责任除暴安良。死，随时都可以死。周末首映。冲锋战警4月19号晚9点半，卫视电影台独家首播。